你十月十五号话嚟，十七号嗰张字贴住，十七号就叫我停止。话为诶话你点整都冇用噶啦。你都解释咗系因为天灾就令到间有，我亦都叫揾咗议员。咁佢点样讲？佢话咧，你嗰度冧咗就系冇，你建就唔啱，就系违例。我话大佬，我系香港人嚟噶，你点解叫我住收容所啊？系咪先？我有屋噶，我唔系冇屋噶嘛，我有地方住紧噶，我只不过系因为水浸咗，我先谂办法去整翻间屋啫。